那我们今天念佛，常常把佛号忘掉了，就妄念起来了，佛号就没有了。啊，我们如果真的想到极乐世界，认真反省，我这一天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，这十几个小时，我心里头有阿弥陀佛的占多长时间？把阿弥陀佛忘掉了，心里有妄想的时间占多少？这两个一比较，然后就晓得我往生有没有把握，很清楚。那用什么方法提醒自己呢？古人的方法是造佛像，家里供佛像，让你看到佛像就想起念佛，这是个方法了，或者是经文写成字画，家里面常常悬挂着，时时看见。现在印刷术进步啊，印的品质越好，价钱又低。这些方法在今天还是管用。目的无非是提醒自己不要把念佛忘掉了，真求往生一定要念念不舍，如果把这个事情当作是我们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，其他的是小事，都可以不理，这个人决定的是要知道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无量劫来的事情全都了了，你真成就了，你这一生没有白来多少人，人是好人呢，就杂念太多啊，佛号常常忘掉啊。临终时候，一念错了，又去搞轮回。福报大的修福，升天去了。造作罪业的三途去了，极乐世界很容易去，但是就是会把它忘掉。所以古人帮助我们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给我帮教导我们去立两堂功课，早晚课，决定不要忘记。我们看所有宗教，我看到回教每一天《古兰经》上规定的五次礼拜，向着麦加的这个方向，一天五次，无论你在什么时候，到这个时候，你什么都得放下，向麦加这个方向去礼拜，时间虽然不长，他一生做成习惯，这养成习惯呢，
这个方法非常好啊。啊，佛门里的这个功夫真精进，是念念不舍啊，念念皆是阿弥陀佛了。这种念佛在普通一般人讲的时候，3年就成就了。啊，关键就是真放下，真的把这个世间看破了。我们在这个六道里头，生生世世无量劫来，搞得这么辛苦。啊，到人间来算好一点。啊，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，真话不是假话。我们的起心动念，肯定是恶念多，善念少。51个心所里面，善心所11个，烦恼心所26个。啊，这从本身讲啊，就是说你的烦恼多于善念的。啊，那外面的环境就更不必说了。跟你烦恼相应的不晓得大多少倍，跟你的11个善心所相应的很少很少，所以人都变坏了。道理在此地，你要是真正通达大乘佛法，你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啊，你会觉得这很正常。啊，可是那个众业所感的果报就很可怕，感到来的是灾难。啊，灾难来了怎么办？修佛的人知道，人是不会死的。啊，这是不修佛的人不知道，修佛的人说人不会死，身有生死。灵性没有生死啊！啊，而且佛讲的很好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本来是佛，什么时候成佛，在乎你自己。你自己什么时候觉悟了，就成佛。什么时候迷惑了，你就堕六道去了。觉悟怎么？觉悟就放下了。啊，觉悟真正是明了，真忏悔，真错了，搞六道轮回错了。啊，搞十法界是对了，十法界超越六道。啊，他前面的路虽然很遥远，他也是进进退退，但是他不会退到六道。啊，所以他终极的目标是成佛。啊，人，这不论是哪一道了，最大的幸运是他一生能够遇到净土，这无比的幸运。为什么呢？遇到净土啊，一般的一生当中成就了。
啊，搞其他的法门，那是生生世世。啊，这个法门要有善根，没有善根的人不能接受。啊，善根也不是一天成就的。佛在这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才真的明白了。每一个对经宗有信心的人，向法院求生的人，过去生中都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没有这样的善根，怎么会相信？跟你一讲，你就相信，就接受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啊，这一相信，肯发愿，肯念佛，就行了。啊，念念不舍。啊，我提倡的是念法，是从伊斯兰那里学来的。啊，伊斯兰一天五次，我那个是念法是一天九次。时间更短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更有效果。啊，用这个方法修学得利益的人很多，打电话、写信告诉我，真管用。啊，我这种神念法非常简单，就是念十句佛号。用现在印光大师教的方法，念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记得清楚，就十句。啊，念的时候不要念得快，慢慢的念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自己念自己听。啊，这句佛号。十年当中第几声能实行啊？十年当中时间短了，两分钟就念完了。这两分钟说不会有杂念，那就属于净念，叫净念相继。啊，这个里头不可以让东西夹杂进来。早晨起来念十句佛。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句佛，你看看，啊，一次不会超过三分钟，什么人都做得到啊！啊，三餐饭三次，吃饭之前我不念供养咒，我念十句阿弥陀佛。啊，上午上下班两次，上班之前。工作之前念十声佛再开始工作，工作完了之后念十声佛再离开，下午也如是，就四次，总共九次，很简单啊！这什么？这叫定课啊！其他的时间有空就念佛，那叫散库。善导大师在观经上讲的定善散善，定善是定库念佛，散善是不定库的念佛。念佛是善的，善中之善，没有比这个更善了。啊，你要做善事，最大的善事念阿弥陀佛。你做其他的任何善事都不能跟他相比。念阿弥陀佛能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是大善呐！啊，所以
无摄，啊，无妄摄心，是我们成败的关键。我们看到自古至今，许许多多的念佛人不能往生，都犯了这个毛病。啊，第七是无下劣心。念佛之人常行平等之心与诸众生，尊重恭敬，不生轻慢使命，无下劣心。啊，这一条也非常重要。这是养成什么？普贤十愿的第一愿，礼敬诸佛了。啊，用平等心看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皆是菩萨，一切众生皆是佛，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，在佛经上常常这样教导我们。我们没有把它落实，啊，我们看到小动物，还是轻视它，它是畜生，啊，它必吃，这就是傲慢呢。啊，如何能看到这些小动物生怜悯心、生慈悲心、生恭敬心、啊，生尊重心，我们对他尊重恭敬，我们称他为菩萨，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，所以跟这些小动物可以感应到交啊。啊，真做它就真有效，它就真有感应。啊，初学的时候比较困难一点，你把那个困难关克服过去了，正常了。没法子克服过去是什么呢？是自己不肯布施。啊，蚊子来咬我，我现在不杀它了，把它赶走。但是不肯施予，我们对他的心还是有轻慢的。真的尊重恭敬，他了解，他也会尊重你，也会恭敬你。啊，可以和睦相处，互不干扰。我们要下定决心，要真干，要真正做。啊，无下劣心就在这些小动物身上，落实在这个地方。啊，真诚心、恭敬心，我们常讲嘛，真诚清净。平等正觉慈悲
啊，对待这小动物，能真心待小动物，那么对人对事，当然就一片真实。那这个人菩提心发起来了啊，净宗修学的条件你就具足了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你就成就了啊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的记录，他都常常写到提到啊。啊，他房间里面有跳蚤。啊，有蚊虫，有蚂蚁。他的侍者要把它清除出去。他禁止。啊，让他们在此地。给我警惕，我的德行还不够，还没有真正能感动他们。啊，过了几年之后，哎呀，说老和尚讲70岁以后。他是80岁圆寂的，70岁以后啊，他房间里这个东西都没有了，你去找找不到。啊，偶尔到外面，只要他住的房间，啊，这些蚊虫蚂蚁都不会去。啊，这说明老和尚70岁之后。感动这小动物了他实现给我们做榜样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，用平等心处事待人接物。第八呢，生决定心。念佛之人，不着世间言论，于无上菩提之道，深生正信，毕竟不惑，是名生决定心。啊，特别是在今天，全世界灾难信息时时刻刻你都可以看到啊，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公开讨论2012玛雅灾难预言，已经没机会了。公开来讨论这个事情了啊，连科学家有一半认为可能。也有一半认为不可能，比例相当啊，到底有没有？一年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啊，有人问我，我认为可能，我从哪个角度上看？从因果上看。啊，我们中国老祖宗常说：“
积善之家了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啊！《易经》上说的，这两句话是孔子说的。啊，那我们地球上现在居住在地球上的人，他不是极善的，极恶。他不是小恶，不是少数人的错，非常严重啊，绝大多数人的错。这个事情多麻烦啊！现在人想的是什么？啊，这叫念力了吗？现在人起心动念，贪嗔痴慢疑，啊，这是现代的人心，在佛法里面讲五毒啊。啊，现在人的情绪是怨恨恼怒烦，现在人所造的业是杀盗淫妄。那这样的因怎么能感好的果报呢？那在理上讲不通啊。啊，我们明白了，知道错了，真正忏悔，彻底改过自新，啊，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莫大的幸运呐！遇到佛法，遇到大乘，啊，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太难得了。啊，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，难中之难呐！给《无量寿经》做注解的人有啊，没想起搞脊柱啊。啊，脊柱才真正有说服力。啊，他的老师汇集经有个大愿，希望这个汇集本字字句句都有来历，不是自己随便写的。啊，二十五种汇集本的原文。啊，我相信这要给他老人家的灵感，他的注解也是，每一句的注解也有来历。啊，他收集了83种经论。这是来自佛菩萨的110种祖师大德的注解啊，真有根据啊！这个注解令人佩服。
让人看到无话可说。啊，这不是老居士自己写的，啊，是他集古大德的注解，集经论的注解，啊，流传于后世，真是智慧，真是利益了。啊，我们得到了。想成就，想快速成就，那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生决定心。我们决定一门深入，那尝试熏修，啊，我们今天取经本只取这一步，其他的都放下了。啊，专修这部经，专求净土。啊，希望我们在一年中能够收到效果。啊，这个效果真有把握往生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从今天起务必要做到念念不舍，啊，一切时一切处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果然这样做就是自利利他，给学佛的同学做个好样子。啊，特别这个法门提倡的是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的。这八个字是经宗的核心，是阿弥陀佛第十九愿跟第十八愿。一向专念是第十八愿，发菩提心是第十九愿。啊，这两愿是大愿的核心。啊，日本人称它为本愿，这是大愿的根本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对于事出世界的言论，都要暂时放下，啊，于求生净土，身心不移，啊，求愿往生，是我们先前唯一的一条生路，决定不能再迷惑了。
这是生决定性。